你知道他是谁？你也不问清。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电台妈妈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啊，我已经告诉他电话了，啊，所以没关系啦，他没找你，就再看看。哇，好，那这个，第二件，好，因为我在开车，所以我没有想那么多，不好意思，嘿，开车没有办法反应那么多。然后我传了一张那个韩式料理的。在黑棋王国，你看有没有你要吃的？要是都没有的话，我再找别的食物。韩式料理啊？对。好，我是现在告诉你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哦，你可以告诉我口头，我就好，就 OK 啊，嘿。你已经在料理啊？部队锅、烤肉、汤锅，嗯。烤肉汤，烤肉汤你是吗？你是在店里面啊？没有了，在外面门口看着老板。这是哪一间啊？没吃过？你有没有学校啊？都没有，我就再反别的。有啊，都有啊，只是太多选项了。好笑哦，你向来不是选择有问题的那一种，啊，你饭里面部都队是锅怎么要吃过430块？那是吃2人份呢，有人要跟我一起吃吗？的啊。分机舱2人份哦，在家里面。部队锅。哦，部队锅打包不方便啊。那又不方便，那烤肉，那烤都是肉，用贵的，你打包我觉得应该都不是很妥当。啊，那不是就泡面而已，那就那不要烤了，你肉看。汤加烤肉饭，哦不，那是烤肉海鲜汤啊。烤肉汤不是海鲜汤啊。它是烤肉海鲜汤啊，没关系，那我一个烤肉饭，为什么呢？明明是烤肉汤面，然后问你牛或猪啊，那继续看呢、啊。下一个才是海鲜汤面呐、啊，你是把2个合在一起吗？还有海鲜汤面。左上角，你在讲左上角吗？我在看右下角，怎么跑到左？在看右下角哦。海鲜汤面哦，烤肉汤面。哦，我懂你的，所以没有面就少一些钱就对了的。哎，也是啊，烤肉汤牛猪，那它多了海鲜呢？没有，他是说 A 或 B 的意思吧？我觉得，因为如果相对左上角，它就是有烤肉汤面跟海鲜汤面这个选项。怎么控？好了，那我就烤肉饭就好了。烤肉饭，因为我不知道130块是多少分量。哦，对啊，没点过。好，啊？那你要牛吗？烤肉牛？好。好，烤肉牛。你跟牛感情太好嗯。了，嘿，好。还有年糕泡面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哎，是要辣年糕吗？比较好，我就是烤肉牛啦，烤肉牛。好，烤肉牛，好，了哎，解。拜拜。